那制作的时候其实看起来像就行了啦。那当然因为照片有透视角，所以其实你很难从照片去找到比例。那应该也很难拿到原始设计稿，虽然这是他公开的一些资料。好，OK，那但是我们大概还是可以自己去揣测它的造型。好，这边大概是个圆，底下是个扁扁的球形，再加两个这个，然后一个嘴巴的结构。好，眼睛看起来是平的，因为看不出它有凸起。好，应该只有贴图。所以如果是这样造型的物件，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很单纯，直接都是从球就开始了。那你会发现，如果是从这种图去看，跟这个图去看，它头其实真的很大，啊，头超大的。那我们要先处理下半部的形态，然后有一些东西事后才追加上去，例如这个两个翅膀和嘴巴这些东西呢，就事后再去做加模型，或者做其实做一点点修改就有一点像了啦。好。好，底下的造型先处理，先放在这边好了，因为这里是它的侧，我放错方向了，应该要往这边。好，那 FFD 又出来了，啊，在这种变形形式用法的时候，它就很好用。后这个地方要拉过，哎，不是这里，我只要中间的这四个。好，其实我是在把这个接，等一下接的地方往中央集中。好，那造型的部分都可以透过这个去调整。好，那屁股。那因为没有 Top 视窗的资料，所以现在还很难判定它，正面长什么样子。然后这个角度看起来会更扁的原因，其实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它的透视角，就是正面看的时候有透视角的关系。所以，我们还是做宽，稍微再宽一点点好了。好，可以，应该差不多是这个造型的感觉。然后开始调整头的位置，啊，身体才对，好，水在这好了，这样应该差不多到位置。好，那头型还是要修一下哈，一样 FFD 进来。而且它后面比较扁一点，前面比较圆弧。OK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那怎么跟身体形成那样的造型曲面？那时候就是直接右键转成 Poly。OK，那这边我们需要做，可能要做两次的动作控做制作，这边也是转 Poly，就是我需要做两次运算，用 Pro 布林做一次，就是这个要做要两颗，我把它拿到旁边来。好。Pro 布林，
然后 pick 上面，但是是挖洞，change operation，所以挖了一个洞。好像挖的不够大，所以这可能还要再调一下。Union subtract 求第二颗，这要到 mother 面板了。次物件 operand，有没有看到那个洞直接在做调整？我现在是在做第一个运算。然后第二个运算是这一个换成用球 pro 布林，然后 cookie 先选好，就不用再来一次，然后 pick 下面，回到这里，进入次物件 operand 形态，选剪掉了这一颗球，我可以在这里做角度调整跟高低的位置修饰，好，那这样看起来差不多，应该位置差不多，除了这可以再往前一点以外。好，那然后把这个，因为刚刚对世界坐标零做出来，所以这个搬回去就到了，到位，统统改成黄色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地方接起来，像是这样子。OK，那接的时候呢，再是 edit party，我用身体 attach 上面好了，所以像身体 attach 吧，转成 party attach 这边，然后 border 对 border，这里算出来的线条可能不会好看，不过我们只求，我们现在只是要做出样子而已。如果你要好看的话，这样子太难看了，我们还是整理一下好了。这边进来整理一下这里的，就是杂点这种，它会，因为我们是用布林那个 Pro 布林在做计算，所以它会多出很多不必要的点。就是像这样，你可以看到这里这两个是不必要的点，这两个也是不必要的点。会多这个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原本是 mesh 在计算，不是 poly 在计算。就 pro 布林那个在这种 compound object 在计算的时候，其实是 mesh，那所以它就会有那个斜的三角线。那斜的三角线互相交叉，就出现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可能要清掉一些，这实在是太糟糕的点。那这个需要花一点时间清理。转成透明的好了，这样比较清楚。好，倒退空白键，倒退空白键。好，其实清起来也还好，大概就需要花点时间，我先暂停一下。好，那整理完之后呢，再一次 border。Bridge 这样就干净多了，虽然还是有一些，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漂亮，但是已经比刚刚干净很多。好，那调整的时候不要太夸张，一点点就好了。负，看看负值负多少。呀，负0.5，应该差不多。好，那底下还有这个可以扭转、改变它的线条的布线扭转的状况。比方说，以中心线来看，你可以这样看，这样不对嘛，所以转着过来，所以在这里刚好中心线又是直的，这样就比较好。好，那屁股不够尖，这时候再来弄。Soft Selection 打开，看一下应该是哪一个点。
应该是再哎，再上来一个比较对。再扩大一点，好，所以我会用 Soft Selection 去调整这个部分。当然，等一下还会再过一次 Turbo Smooth Auto X，所以现在已经形成这个样子。好，转的有点问题。没关系，我们看一下 Turbo Smooth 的结果。好，那所以基本的型已经出来了，好像我脖子做太细了。好，到目前为止，现在就来不及救了。好，这个就是，如果一开这个地方，我现在不小心做太细，就来不及了。好，就一开始你在做的时候就要比较正位置，可能比较漂亮，状态比较好。好。那然后这边有一点点奇怪的线条，没关系，这个部分呢，可以透过 Pen Deform 面板给我出来，稍微 relax 一下啊，可以透过这个地方，我先上笔刷，笔刷的选项镜像有打开，OK，然后用 relax。力量小一点，这边稍微刷一下，我刷到哪里去了？我刷到背后是不是？难怪，好，没关系，换这边，刷过头了，就是这个刷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就是就不转力量跟等等，通通要。要很小，大概只能简单的刷一下，因为反正鸭子也这个鸭子也不是那么对称。好，OK，打勾，焊一下点，可能有一些点太接近了，把它焊接一下。OK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那眼睛就是画贴图画上去哈，所以嘴巴要另外做模型，那这时候就是 box 出马的时候了。这个图真的是没地方放。好，那再往上一张，嘴巴很短。好，然后开始加 segment。不是这一个，这个也要一个、两个、三个 segment 都要，convert 成 poly，然后开始编辑。好，当然第一个就是这边缩小，可以。那造型上。好，对齐还没有对中，好，那先不管。我可以过个 Turbo Smooth，这样比较好观察。然后过 Turbo Smooth 之前还有个东西要处理，请你把后面的面删掉，因为这样 Smooth 的时候，它才不会。造型比较容易维持住，好，然后利用这一个状态下，这样子操作，就是这样子操作，我先要不要看要不要看你要不要把那个这个隐藏哈，要不要把里面那个隐藏，对吧？应该是说小鸭不要变半透明，先半透明，这样比较看得到。
通过这个方式去编辑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控制，这样比较容易做到我要的效果。那还有一些细部的编辑，就是嘴巴的位置，还有大小。正上方比较不确定，所以。只能猜测，应该比较远一点。好，OK，那所以已经基本有一个雏形出来，可以过 Turbo Smooth 了。好，那然后就是画上眼睛，好，还有翅膀两个，好，翅膀也是待会再，这 Turbo Smooth 不要那么快下，咦？咦，当掉了。我记得旁边只是两条，球状的物件。那这边你可以用，这样的方式，然后把它拉长。好，我记得两边它只是一个像这样子造型的物件，不过不是球，不能用，不太适合用球拉长。应该比较适合是要用换成，胶囊，然后中间加 segment。好，因为那个造型它毕竟是中间还是比较鼓，好，然后所以还是会再动用一次 FFD。然后可以让两头稍微小一点点，但是又不会太夸张的变形。好，啊，等一下，哎，搬动，好，那。应该还要找一下图，因为我现在图不够知道它是不是这个样子，应该是有一点点这样子，然后位置还要再调一下。应该比较接近像这样子，那就再近色一个吧。我的字标就要近色，copy，OK。好，那然后来一块，下面这个操作比较特殊，好，同学知道就好。就是你这个操作，等一下自己再看一下，因为这个操作比较特别。我要用另一个东西做水面，我不是用 plane，我用一个方形转成 spline，然后把所有的点 break，好，一定要 break。点 break 之后才能给它这个指令，叫做 garment maker。那这数值请你不要拿，不要乱给哈，一次一点点来，0.2已经有点大了，所以可能会算一下哦，我怕它当掉。OK，0.1，所以网格会变这样。等一下，它跟 plane 做出来的差别就是它的三角面。所以，我对这个 garment maker 就可以下这些东西，比方说 ripple 涟漪，啊，波峰波谷，对吧？这是振幅，就是上下。那有前后跟左右两个振幅，所以如果你两个是错开来的，就会变成这样子的波浪，啊，有没有？就是这边凸到了这里会变凹。好，凹凸是相反，不过我们可能正常来讲是觉得一致比较好看。
然后波的长度，可以小一点，差不多这样吧。好，那如果你要让它会动，就是调 face，这就会跑。OK，那然后再来一点点衰减，外面的波浪就比较不会那么强，啊，外围就比较不会那么强。好，那涟漪做出这个效果，再给它一个 noise，给 z 轴数字，fractal 启动，size 小一点，力量太大了，二、五、三好了，size 再大一点点，好，那。就有一个一圈一圈的，这个当然可以再调了，就是波再明显一点。好，那如果你水面上不要看到这种杂杂的那种斑纹，其实可能要把这个面数再上升。不过我现在先不要再做这件事情，太那个再上升就太那个了。然后我就可以开 animation，然后顺便 auto key 打开。线性的 report 这个往外跑，这样子看怎么样？好，那还少一个就是鸭会晃，好，还少一个鸭会晃，鸭会晃晃晃这件事情就其实只要做动画让它会晃就好了。那这边我可以先把这个 take 进来，好，一起 smooth 没关系，啊？哎，嘴巴，哎，嘴巴没有，嘴巴，，OK，那材质到时候就要另外，嘴巴另外给材质，然后身体一个材质，眼睛就是，用贴图画上去，或者其实眼睛还有一个方法是，你去做一个面放在这里，因为其实看不出来，看不太出来。好，就是做一个面的方法，我也一起做一下。就是做一个 circle，哎，他眼睛多大？还好而已，不大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只要先做出一个眼睛，然后看调整一下大小，我还要换位置。OK。那这接下来这操作比较麻烦，你要找到转转转转转转转，然后他眼睛大概再转一下，不知道他眼睛是正圆还是不是正圆，啊。就是不太能判定这件事情，好，我的投影角度可能还要再调一下，应该接近这样，就以这个方向对脸做投影的想法。Turbo Smooth 先丢掉哈，因为这等一下还要用，还会再做一次。选模型，但你用两个圆柱去做计算也可以哈。又来了，Compound Object，这一次用的叫做 Shape Merge。形状合并，然后 pick shape 就是这个，我把它移除好了。pick shape，所以现在的脸上，看一下在哪里。哇，糟糕！等一下，昂度，因为这个有方向性。这个圆呢是有投影方向性的，所以我必须算好正确的位置跟角度。刚刚是因为我现在的鸭子是背对着我们，我现在的鸭子背对我们这个方向是背对我，那可是我做出来的形状是这个方向投影，也是往那个方向投影，所以我要把那个形状转一圈，才能够使用 Shape Merge 再去 pick。那现在这里就有个圆圈圈。看起来 pick 位置不太好，所以还要再改一下。又要到 shape merge 次物件 operand 选到 circle move，
local 轴。好，所以现在眼睛在这，开始调整，应该差不多这样子了。看一下，对，差不多这个位置。好，再开一点，再开一点会比较可爱。好，就这样子。那眼睛的模型就上在这个这一块，你就会得到这个模型的位置。然后 editable poly 砍一半，半只不要。砍不干净，再来一次。我怕后面会有洞，因为砍不干净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哦。像这里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后面的关系，那没关系，我们下一下 symmetry 就知道了。symmetry 果然有洞。好，那不管它，那个最后再来修理，中间也有洞，所以我刚刚删的时候删过头了，不是我删过头，是我们嘴巴还没对中。刚刚那个嘴巴的模型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我有讲过还没对齐中央，好，所以人工对一下好了，OK，先这样。那成型就好了，symmetry 可以有两个眼睛。cos yes 可以选到嘴巴，嘴巴的 ID 是3好了，然后全身是1 OK，拉近一点，眼睛的部分。开始选，我现在全身是一嘛，然后嘴巴是3，所以眼睛是2。好，啊，可以开材质编辑器。给他一个复合材质 multi-sub object，然后我只需要三个材质，所以选色3。那颜色时间我先直接用改的哈，先把材质丢上去。好，那材质一，现在新版的哈 multi-sub object 里面的这个都是空的，所以每一个都要告诉他这是我要给他一个 standard 的 standard。然后每一格都要做这件事。旧版的是直接，早期的版本是你做出来的时候，它会预设帮你每一格都放好材质。那现在2013以后是每一个里面都是空的，每一个里面是空的，所以都是黑色。哎，我现在第一个就可以调成黄色，黄色小鸭应该再举一点，有差不多这样吧。好，那光泽就去改这一颗材质。就是它的光泽的感觉是什么样子？好，然后这是二应该是眼睛，眼睛就得给贴图，这边没有办法，你要不然就是人工再放一个白白的点，我现在只能先给黑色。哎，二为什么没出来？好，等一下再检查。三橘色更橘一点，几乎是红色。一样光泽度，好，那眼睛检查一下，为什么没改过来？二，好了，那不是变，不是，它现在是还少两个小圆点而已，好，那其实小圆点偷懒一点的做法就是在做颗球，然后白的。好，
啊，球在这，把它压得扁扁的，然后塞上去。好，偷懒的做法是这样，其实眼睛也是可以用这种偷懒的做法了。转，改成 local 走。好，那这时候接下来就要看人工自己想办法贴上去。好，那轴当然要算好就是了。这样应该差不多，看一下各个角度，好，可以了，塞进去。再出来一点点。再出来一点点，OK，好，先这样。其实已经看不出来大概有什么差别，所以再近色一次，OK。好，那现在就有一只黄色小鸭，那只剩下就是你如果要让它会晃，哎，等一下这两个眼睛，link 在身上就好了，这样比较简单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要让它会晃，就是再加上一点点小小的 animation，一点点就好。哦，所以我就乱弄一下，所以那你就会得到，好，黄色小鸭的动画，OK。